为什么兔子的耳朵那么长？猫小帅和小伙伴们一起走在路上，他看到兔小白大大的耳朵摇来摇去，觉得非常有趣，就好奇地问：兔小白，为什么你的耳朵那么长呢？很久很久以前，我们兔子很弱小，所以要特别小心，总是竖着耳朵，听到危险的声音就要赶快逃跑，这样我们的耳朵就慢慢变得很长了呢。原来是这样啊。可是现在你跟我们在一起没有危险了呀，为什么耳朵还是那么长呢？我的耳朵还有别的作用呢，你看，你们跑步的时候都用尾巴来保持身体的平衡，但兔子的尾巴很短，这时候就要靠长长的耳朵来保持平衡啦。哦，还有还有，我们的耳朵里有很多血管，在炎热的夏天，让耳朵吹风就可以帮助身体降温呢。原来你的耳朵有这么多作用，真是太厉害了。嘿嘿嘿，谢谢你的夸奖。小朋友，你知道兔子的耳朵为什么那么长吗？ Nice cat， 点击订阅我们吧。